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了天安门城楼，胡锦涛同志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他们将和全国亿万人民一起庆祝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华诞。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大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和老同志代表等。英雄模范人物代表、各族各界代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代表、今年新发展党员代表、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代表，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外国专家等到现场参加庆祝大会。在这庄严神圣的时刻，71架战鹰列阵长空，飞向天安门广场，向党致敬，向祖国致敬，向人民致敬。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由直升机护旗梯队护卫，迎风向前。紧随党旗的是四面巨幅标语：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29架直十和直19汇成100字样，象征着中国共产党走过100年光辉历程。这100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100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100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100年。10架歼十组成71字样，呼啸而至，向党送上生日祝福。党的盛典，人民的节日，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我们党将无往而不胜。15架歼20乘3个编队，沿着党旗指引的方向振翅奋飞。歼20是人民军队列装的先进隐身战机，如此大规模的歼20编队飞越天安门广场，尚属首次。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千秋伟业，征途如虹。十架轿八画出一道道彩带，绚丽的天空，壮美的山河交相辉映。在党的旗帜引领下，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正走向更加光辉的未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肃立，鸣礼炮。56门礼炮，鸣放100响，致敬党的百年光辉历程。222名仪仗队员组成的国旗护卫队身后，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巨幅浮雕。人民的小木船划出了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金色的党徽熠熠生辉，一条红色之路穿越鲜红的拱门，象征着我们奋斗的道路。长河奔涌，弹指百年，沿着党开辟的这条道路走到今天，我们志气更高，骨气更硬，底气更足。
礼炮轰鸣，脚步铿锵，当年的万里长征，浴血抗战，共产党人踏着这样的脚步，百折不挠。今天的脱贫攻坚，抗击疫情，共产党人踏着这样的脚步，一往无前。来自脱贫攻坚、抗击疫情等各条战线的代表，今天来到了现场，见证党的百年盛典。炮声隆隆，红旗猎猎，这是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以盛大的仪式庆祝党的生日。当年诞生28年的中国共产党用28响礼炮为新生的共和国奠基，今天这100响礼炮昭示着新时代的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到国旗杆，这220米的距离，国旗护卫队由旗部、正部、旗部各100步完成。奋斗者的姿态永远向前。100年领航中国，100年挺立潮头，一步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庄严的升旗仪式即将举行，我们深情凝望，随五星红旗一起昂首东方。升国旗，唱国歌。请坐下。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联合
致贺词，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同志宣读贺词。尊敬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百年恰似风华正茂，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谨向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致以崇高敬意和最诚挚祝贺。百年回首，从建党之初顽强求索，到长征路上奋勇前进，从抗日救亡力挽狂澜，到协商建国共建伟业，从国家初创筚路蓝缕，到两弹一星攻坚克难，从改革开放改为人先，到复兴巨人劈波斩浪，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美史诗。我们由衷钦佩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挺身而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彻底推翻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由衷钦佩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与国家一穷二白之时艰辛探索，领导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逐步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我们由衷钦佩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于重大历史关头开启伟大创举，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从百业待兴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奇迹。我们由衷钦佩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砥砺奋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领国家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特别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立足中国实际的伟大政治创造。70多年前，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选择自愿接收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捍卫者，我们始终不忘合作初心，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今天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我们坚信，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有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中华民族一定能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为全面夺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衷心祝愿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衷心祝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程似锦，衷心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自工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工商业联合会、无党派人士，2021年7月1日，共青团员和少先队代表集体致献词。今天，我们站在天安门广场，紧贴着祖国的心房。今天，我们歌颂人民英雄的荣光，见证如他们所愿的梦想。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走过百年，风华正茂的中国共产党。今天，我们对党许下青春的誓言。新的百年，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同心向党，奔赴远方。妈妈对我说，在每个人心中，中国共产党都是光荣的模样。党是冉冉升起的旭日，驱散黑暗，带来光明，将可爱的中国照亮。党是高高飘扬的旗帜，
昭示信念，指明方向，为可爱的中国领航。老师告诉我，100年前，古老的中华大地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播撒信仰的火种，点亮真理的强光，这束光激发了井冈山上的革命理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束光照亮了长征路上的正确方向，雄关漫道，万水千山，这束光辉耀了宝塔山上的民族希望，保卫华北，保卫黄河，这束光映照了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翻地覆，正道沧桑。你看，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当家做主人，建设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满怀豪情的激昂。你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军歌嘹亮，你听，大庆铁人拼命拿下大油田的誓言铿锵，你听，两弹一星震惊世界的东方巨响，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南海潮涌，东方风来，春天的故事在希望的田野上铺展，故事里有开放的特区，敢为人先，故事里有回归的港澳，游子团圆，故事里青藏铁路连接团结进步的桥梁，故事里奥运火炬点燃自信自强的烈焰，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新时代的号角响彻河山，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千年梦想今朝实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嫦娥探月蛟龙深潜，大国重器世人惊艳，科技强则国家强，生态文明绿色低碳，美丽中国展开画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一带一路互通互联，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中国道路中国奇迹举世称赞，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矢志不变，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梦在前方，路在脚下，我们都是追梦人，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刻准备着，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秋，百年仍是少年，奋斗正青春，青春献给党，请党放心，强国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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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都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庄严的日子。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在这里，我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同志们，朋友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
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我们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坚持、发展、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筹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以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精神，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一百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同志们，朋友们，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耿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同志们，朋友们，100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巩固、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深切怀念为建立、捍卫、建设新中国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深切怀念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深刻怀念近代以来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顽强奋斗的所有仁人志士，他们为祖国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公安干警和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向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以及广大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一切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关心和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各国人民和朋友，致以衷心的谢意。同志们，朋友们，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集团、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隔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向人民群众极难筹判的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中华民族拥有在5000多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灿烂文明，中国共产党拥有百年奋斗实践和70多年执政兴国经验，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
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队伍，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军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是保卫红色江山、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支柱，也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中国人民是崇尚正义、不畏强暴的人民。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多亿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实现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不懈奋斗。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应对好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严密党的组织体系，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确保党在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同志们，朋友们，我们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制权，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持，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要和衷共济，团结向前，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同志们，朋友们，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一百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年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同志们，朋友们，
100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今天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100年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过去100年，中国共产党人向人民和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党中央号召你们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
请全体肃立，奏国旗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到此结束。胜利歌声多么响亮，熟悉而又昂扬的歌声又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唱响，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天地新画卷，千秋伟业再起新城，昂首阔步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历史和人民，让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勇前进，不断创造更大的人间奇迹，不断造就中华文明和人类进步新的辉煌。
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特别报道《百年风华再起新城》。刚刚我们全程直播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今天在特别报道的演播室，本台特约评论员杨宇一起和大家关注着上午的庆祝大会。我想此刻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铿锵有力的声音还在我们耳畔回荡，是的，歌唱祖国的歌声还在胸中回荡，是的，与此同时，我们这种激动自豪的心情呢还在胸中激荡。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关注了今天上午的庆祝大会，此时此刻最深切的感受是什么？我用3个1来概括一下感受啊。首先呢，这是一个充满着庄严感和自豪感的伟大的历史时刻。总书记在重要讲话当中第一句话就讲说，今天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重大而庄严的日子。那我们也听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是吧，代表党和人民庄严的宣告，我们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可以说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重大的历史性的时刻，我们今天共同迎来了，共同见证着，这是我们千年梦圆的重大的时刻，也是开启新征程的重大的时刻。第二个一呢，就是这是一场厚重的、温暖的、昂扬的，又是充满青春感的盛典。今天在这样的时刻，我们5000年的中华民族，我们100岁的中国共产党风华正茂，青春正好。第三个一呢，就是我们刚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整个庆祝大会最深厚的内涵体现在这篇讲话当中，值得我们深入的学习领会。确实，我想看了整个庆祝大会，特别是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们更加能够深切地理解今天我们这个特别报道的主题“百年风华再起新城”。是的，那总书记的这篇重要讲话，相信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上、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成为一篇非常重要的光辉的文献，因为有非常丰富的内涵、非常丰富的内容。对，可以说呢，这篇讲话当中特别我们值得体会的，我们要继续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是。我们要以史为鉴来开创未来。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总书记把它概括，这是我们党百年征程最重要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也贯穿在今天全篇的讲话当中。那他特别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伟大的成就和我们党百年征程当中4个历史时期这个开创的伟大的成就放在一个纵深里，让我们能体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成就啊，是一步一步多么的不容易，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奋斗来实现的。那总书记呢，鲜明地概括了32个字的伟大的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我想它既是精神之源，也就像总书记所讲的，它也贯穿在我们百年征程上，体现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各个具体的精神当中，他们之间是相通的。是。那总书记呢，从9个方面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既是讲到了我们百年积累的重要的历史经验，也同时就是对新的征程上提出的新的重要的要求。那总书记有几句宣示我们中国中国人民的底线原则的话，大家都听到了，现场的人们发出了欢呼声。是。我想这是说出了我们中国人民坚定的发自内心的声音，体现着我们的决心、意志和能力。他向青年人们提出了希望，向全党同志发出了号召。我想这都是这篇讲话当中特别值得我们体会的深刻内涵所在。这篇讲话应该说是把党的历史经验做了一个最好的总结，是的，同时对于党、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要去有新的历史使命、历史责任，又做了一个最深刻的一个阐释。是的，嗯，特别是在最后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发出的号召，因为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那么也相信它是一个新的重要的一个起点。是的，因为对于历史最好的，我们说庆祝也好、纪念也好，就是我们不断去创造新的历史。那么今天，我想这个庆祝大会，它对于我们共同去创造一个新的历史，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就像总书记在讲话当中说的，是我们共同踏上一个新的赶考之路的一个起点。对，我们顶天立地，也胸怀我们的千秋伟业。今天我们要奋勇前进，不负人民。过去的这一百年征程上，我们从开天辟地，到改天换地，是吧？到翻天覆地，到惊天动地。我想这百年的征程，每一天每一刻，中国共产党人是顶天立地的。那今天呢，我们顶天立地，立志也胸怀着千秋伟业，我们还要继续奋勇前进，不负人民的期望，人民的重托。从今天整个大会，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今天是无比的自豪。自豪的深层是我们坚定的自信。那总书记提到了，我们也都能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时刻要有清醒的自觉。那我们还是一个勇于自我革命的政党，我们勤于自省。而归根结底，我们党带领人民要不断地在民族复兴的路上自强不息。因为这是从一个完整的大历史观发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号召。是，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新征程和我们过去走过的百年的历程，它是一脉相承、继续相通的。对，今天当我们站在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并没有志得意满，而是继续面对着新的考验、新的征程。我们还有更加伟大的目标，向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还要继续前进。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实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任务，新的任务正等待着我们，片刻没有喘息的余地啊。那如果我们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比喻成一座珠穆朗玛峰，那今天这就是我们登顶的时刻。但是我们志存高远，我们开启新的征程，下一个珠穆朗玛峰的峰顶，那是在是吧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那个新的峰顶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今天我们还站在那个珠穆朗玛峰的半山腰上，是吧？我们还要继续的走过千山万水，还要继续的奋斗，永远奋斗，也永远年轻。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翻天覆地，到新时代新征程感天动地，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着中国人民始终顶天立地。是的，而接下来在我们新的道路上、新的征程上，还要继续去惊天伟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我们这个全新的目标。好，非常感谢杨宇今天来到我们的特别节目的演播室。百年苦难辉煌，踏过烟云万千重，百年风雨兼程，砥柱人间是此风。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矢志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工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一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回望过往历程，眺望前方征途，我们要把苦难辉煌的过去、日新月异的现在、光明宏大的未来贯通起来，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使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百年风华，再起新程，
感谢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特别报道，再见。